我怕你会把财产转赠给我。 吾儿一男若想继承岛主之位，必须迎娶陆月儿为妻。自成亲之日起，即继承岛主之位。婚后，岛主府所有私银归陆月儿管控，签署文书后方可使用。 晚辈此行，是想求娶月儿姑娘。只要我花一男在世一日，定不负你。你有没有心？不重要。这是我的心，请你不要再拒绝他了。月儿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要嫁给我？你真的要嫁给我？ 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过财庆节，你答应我，以后每年财庆节，你都要陪着我，好不好？我是想，你现在已经是岛主府夫人了，我想给你更多的岛主府女主人的职权，以后岛主府的财政大权都交到你手上。 下了名字，一笔一画潦草写上生世事。我将今生岁月给予的痛，只山盟海誓，用习惯说不完相思。看来这一切都是个骗局。 夫人，要下雨了，带把伞子出门吧。是要变天？看这天。 要是没阵雨，估计下一阵我就放晴了。放晴？还会放晴吗？夫人，这天还会放晴吗？